105页吼，经文内底都有讲到安尼。这段咱最近大家解说一下哈，就有众生有过去佛闻法了后，会向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是讲有种种的这个受种种的福慧，就是包括了婆罗蜜、贪多念鬼海，以咱佛陀跟咱讲安尼，这些人拢总已经成佛了。哦，所以咱家特别啊，准备这个叫婆罗蜜的这内容，甲大家讲解。忍辱，什么叫做忍辱？这个忍辱就是忍耐一切痛苦。啊，甲人甲咱忍辱，这个忍辱就讲讲话，甲你口舌意思安尼。忍辱是安尼。因为有时阵吼，身躯会疼，不如心会疼，最熟悉的代志。但是身躯会疼，是皮巴会疼。唔过人甲咱欺负侮辱的疼，就是精神的疼，应该这个是比较搁较痛苦安尼。唔过咱人一生中，即款问题拢有。因为咱人活伫个保障，有心万心借助，你遇到恩爱，甲你安尼。搁再讲哦，现实这个社会是真无良善的人生，嘛有可能你蒙蒙白白含不必之冤，互人甲你欺负，甲你侮辱。不过在一般的凡夫，这个问题是较无可能接受。可是今仔日的咱。一定要接受安尼，这个叫做吼忍耐一切痛苦忍辱而心不动安尼，爱注意这点。那么因为菩萨心是以利他为事业，应该大家知影，是利益群生做中心值。这种利益群生做中心值，这个是负起责任，无讲当时伊要得到名闻利用，无这个心思，绝对无安尼。好、哦，若有安尼，就袂使叫做菩萨道啊。但是对于外来一个境，这难免的哈，也是讲人家你侮辱，或者是讲家你迫害，也是讲家你有痛苦欺骗。安怎讲迫害呢？像三州灭佛迄段时间的迫害，最近红卫兵毁灭佛寺，自从出家人掠去攻、掠去推，迄、那个叫做迫害啊呢。但是今学佛的人，有哪有难免？譬如讲，住在家中，你要等灾，你厝里的人唔肯等灾，这个有可能给你痛打一番啊，不得卡。或者是讲讲话甲你烧皮，厝边隔壁讲甲你烧皮，还是讲你的大家官无欢喜，你无煮好食，可能去中间你会惨，会有着惨境啊，不一定，但是一定要忍耐，这点注意，总是袂使因为因安呢，那么你就准被逼顺从，不可以。前日有在家就问我，像这种情形要安怎样？我甲讲你，我甲讲安怎？讲革命嘛，革命听好不？革命啊，咱的佛陀就是革命嘛。咱的佛陀若无革命，伊无去出家啊，一个革命。我当初年轻的时候也向我父母亲革命的。我就跟您讲过啊，哦，拔河，比如讲拔河，今仔日你得做出来人家，你若不做这人肯，你若唔肯吃，你若唔肯吃，还是恁心不无用，你得做我吃，你要学拖的死呢？要拖来噶，还是要下雨落地噶？我即摆你讲是真接近哈。
等于啥呢？因一群人含你在拔河烧香，当然你较输啊，因为一大堆，那么你就放下，不跟他们拔了。我管你唔在听好无？有吧？因为救啊救咧，搞不你所谓救输因，不如卖救革命。听好无？唔是要叫恁出来乱啦，唔是这个意思哈。总是夫妻，大家平等。所以别再讲，因为伊要欺压你，安尼不可以，不可以这样子。囡仔爱顺从爸母，我有听到一个女将，伊安尼要受训了，因个后生，迄、那个饭啦、菜啦，拢甲搅鱼汤搅迄落落甲食。我你要害死你呐，你呐无改变吼，你是害死恁囝。哦，这个是正经。我咧讲个中间，这个女将推我提起，所以今仔日修行人难免有这种的痛苦，甲这种的逆境，就是在家中，那有出家人更加严重。但是绝对袂使生出成心，要搁报复的心理，袂使安尼做。甚至对迄个人，即马注意哈，对迄个人，搁再爱谦卑，甚至生着怜悯心。怜悯无恶的众生安尼，今仔日伊安尼做，事实讲是不明理，因为出家师的弟子有足多，包括我本身弟子辜负师父的，唔是无，这是事实的代志。可是呢，咱要安怎？注意。哑巴出黄连，有口难言，唯有忍辱。哦，恁唔通辜负师父，恁一定要好好修。啊，唔通搁当兵啊，唔对安尼，爱注意这点。所以这个在我个人来讲啦吼，也是讲注意你遇到这种的情形变怎，唯有怜悯，这款叫做恶的众生，唯有安尼。甚至呢，有哪想办法甲讲寡话，看乎伊会当放弃的这种的执着，甲错误一边，一定要安尼做，请注意这点，因为菩萨道忍辱行吼，无修真正未使进，无修你忍辱行无起来，你菩萨道未当完成，要注意这点。但是呢，心内底有三种的品类。先说甲注意讲一下，因为第一叫做内怨害忍，安怎叫做内怨害忍？就讲你一定爱忍受一切众生无理粗脑安尼，有诶要甲塞罗马片呢，这熟悉的代志，再无安尼变怎？甲可怜，唯有怜悯心甲可怜，安怎样吼？内心。绝对有那未使生情恨，为什么未使生情恨？比如讲，人伊都对咱听经听啊侪年啊，嘛伫真认真服务，但是忽然间安尼，要安怎？我嘛是想讲，可能我教无好安尼尔。我今仔日若是教有好，可能伊就无安尼，就是应该教无好。今仔日开安尼，互伊对落，这真正对落呢？这是事实来对了呢，这不是说我去给他救了哈，这在因果果报上是必定对了的。下半世足痛苦过日，因为这可以感恩敌过，这已经痛苦。哈、哦，所以这个内底呢，咱内心绝对袂使生情心，对有恭敬甲善态的众生，因为有一种地主是真低劣低因。这是事实的代志，会想讲一生中好家在，若无这类书甲咱教育，我人生到底要安怎樣，唔知影。当然，伊自然的一种感恩，吼、哦，这是自然。但感恩呢，伊就对师父有另外一种好的面相来对待师父，甲好的行为，这是难免的。不过，如果那是徛在法师的立场呢？绝对袂使讲，因为伊
对咱好，对咱恭敬，对咱尊师，咱就特别看待，唔免安尼。那如果是安尼，就无平等心啊。所以我甲注意讲这个，当然有的是对师真尊敬，咱内底遮是多数拢对师真尊敬。但是我就是有那是以教育为职责，甲恁教，安尼尔。有诶，二讲讲一个，毋免我阁讲第二句咧，家己拼个咧。这事实咧，敬师重道嘛，尊师重道。但是我嘛是甲恁祝福，吼、哦，这是必然，我自然安尼做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内底咧，我绝对袂使起贪爱执着的心。这个叫做内怨害忍。第二呢，就是安修苦忍。这个就讲菩萨伫显化中。因为有这个气候问题，还是时间问题呢？一定要时常提升代管这方面务。这个叫做啥？日夜赶路，啊，甲防务无助。那么这个有时阵三餐本来无定时，这是属实的代志。啊、哦，因此呢，必定要忍受寒热、风雨、饥渴、老病、癫苦安尼。因为这个身躯是四大合合体，当然有可能肝劳疲劳，还是讲发挥坐工疲劳，有时阵破病感冒，这是难免的，总是未使是安尼特别放弃。今仔日有听到讲阴暗，这个个冷气会降五度。我就是想讲，唔知会因为降五度，今仔日就会减少人来买，无咧都无咧，吼、哦！这个在咱诸位吼建立这个佛法，不那未使讲因为这个个气候问题，就来产生咱个人的一种感情退志，安尼绝对未使。这点要注意，因为建学、学法、学问。一定要个人累积，这款呢就是安修苦忍，未使因为气候变化影响咱个人的这个心思动念，这个叫做安修苦忍。第三，即马就要注意替地财化忍嘛呢。即个地财化忍，比如讲会当客观接受真理的教育。注意，假使讲你有某一项，就加上真有特色。某一种的学问真有特色，安尼来讲哦。但是今仔日要接受佛法的教育，或者是你伫别个法门已经有相当的深入，还是对某一个法师有相当的敬爱，你的基本法师，今仔日听到这个所在，计讲妙法华经，那么你有那较客观的，吼、哦，好好听，卖注重你的主观的这个个观的念头浮现出来。安尼可能你都无学无物件，这是事实的代志。所以来客观接受真理，到甚至下当伫三脉中体是真理。安怎讲呢？因为你今日就有客观心的稳定，稳定叫做三脉，稳定中注意听到底常照法师讲的是什么东西，一定要安尼。你若是如果固固，你要排斥，我跟你讲，你永远。你将来绝对袂当得到真正确的这个法，吼、哦，这个拢真客观，甚至呢，一定要安住伫无生真理中。安怎讲呢？你得爱了解，今仔日学法修行，就是为着将来要开悟无生法，一定要注意这点，就是要证无生，悟无生，一定要注意。你若是无注意这点呢？你学无期，学无目标，安尼完全错误。学了也无一个目标，到底你今生今世学好是要学啥？前几日法会中，含几个师兄弟谈起来呢，悲哀，因为足济法师拢无深入经典，拢个变变迄个外道法。悲哀，
你知无？所以我当日我有讲过，你迄天有200几个法师加听我讲经，我就甲因讲，你今仔日奉叫法师，你有啥物法通予人？你今仔日奉叫师父，叫奉供养，你有啥物通回报予你的弟子？但是如果今仔日众生无要学正法，干那边伫迄个佛法外的外道法，一个打滚啊！伊唔知讲，伊今学佛要创啥？重要就是将来一定要开悟无生法，这个是咱今日学佛的重点。调这个方针行，唔是要变变迄落个有诶无诶奇奇怪怪代志。哦，所以我迄日也无想过表露我对迄个法会。这种看法我也无讲起，无提起。哦，不过我甲注意讲出来，今仔日咱学法的重点是为着要断烦恼、证悟生法，这点就是咱的目标。你唔通去袂记真。注意，有人问我，讲师，我要来学法轮功干无？你学要创啊？我请问恁，所以。这个情形等于啥？等于我今仔日加七十年，恁阿哥无体会，所以讲今仔日要甲恁教一种点子在底啊。你学华轮功，华轮功要创啊？我请问恁，我感到吼，真的莫名其妙呢。会记真学佛的起点，唯识论内底就叫咱安怎断烦恼，断迄个阿赖耶识的业识，这是主体。破这步，伊个重要就爱咱开智慧、证无生法忍，安尼俩，这两条。吼、哦，其他在84000法门，就是法法促成咱未来如何修行、究竟之理，即安尼俩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究竟理就是证无生法，搁在发大慈悲心的平等心，在一切法的重点拢安尼。哦、你个学迄奇奇怪怪要创啥？我请问恁，所以一定要学得正确，爱注意这点。哈、哦，会记得，但是这么莫话，无这个来一分钟阁未使一啦。安尼了解吼、哦？那么经典中另外有说明三种的忍辱：第一叫做信忍，第二叫做口忍，第三叫做意忍。就是讲意信忍，讲别人恶意甲你加害。那么也是讲重大啦、脚踏啦、伤害啦，你拢爱忍受。你甲当作我过去唔知欠伊偌济，安尼就好啊嘛。哦，啊无你啥茫茫白白有得管代志，哦你安尼甲当作安尼，你心就忍受会掉。万一啦吼，恁囝唔到业主无，我唔知影啦哈。有五个囝好无？我甲你讲，那生五个囝就对你欠伊。我甲你讲，你爱接受。你唔通讲我拢抚养袂行，啊！你欠都还袂煞，要抚养会行，听好无？忍耐，哈、哦！搁再一点呢，你唔知今生的前半生安怎做人啊？你嘛爱考虑啊？啊！你的过去是安怎做人啊？哦，这个问题。第二，靠忍，有人甲你侮辱，有非礼甲你苛责、诽谤，你拢爱接受，无变呐。因为你要搁多义的呀，无你变怎啦？哈、哦，听哈、哦。第三，意忍，就是有人亲近你，怀你嘛无怀恨，搁再有人介意甲你造成变扰乱你。你的心不能卖乱，有人挑故意要甲你讥诮诽谤，你有哪无怨恨？爱注意这点，因啊，那是有怨恨，有起诉各种的这个你自身的问题哦，安尼你的忍辱性就是受不起来。但是这个有关忍辱，一生中可能有真侪问题发生在你的身上。你想不到的，这是难免的。
我即马讲，我可以讲即马来要讲就讲出家人。即、这个第二次战争结束了，中国一个军人伊去出家安尼，出家了伊个法号叫做韩非，安尼毋着出家啊。有一天伫路过行，过行中间呢，经过一个香肉店安尼，就是搞卖糕肉。但是伊当时做兵的中间，伫军队是不时去抬狗啊、食狗肉这个问题，啊，经过一个香肉店的门口，闻到迄个狗肉的味安尼，因为习惯性的关系哦，感觉真香安尼。哎，即马就讲我今日都出街啊，那如果无出街吼，我那礼拜食一碗安尼，安尼袂得啦。安那袂得呢？迄暗转去。就看到两条阴魂出现，拢含灰。在生的中间，咱战争，阮五个拢互你打死的，就是要甲你讨命。但是看你都已经出家，身躯边有护法，啊，但阮都无法度你。今仔日因为你下在中道，你经过迄个九八大了后，你起一个心念。那么何法离开？阮阴暗浮现伫你的梦中，明仔再开始，你的卡车片有五点五点，对阮五个要甲你讨命呢。第天光起来呢，后壁五日，那是咧恶劣安呢，开始就破病啊，经过一礼拜就死去啊。所以我今要甲诸位讲一下吼。无论你顺境中还是逆境中，你绝对唔通起唔对的念头，这对你个人来讲是真危险的代志。这个台中南普陀，那个光华和尚，伊做兵，但是做兵中，伊一天拢食差不多两斤的肉，惊死人。拢总食肉过当，但是有一日呢，伊看到咱这个佛教中的一本杂志了，他想着讲，哦，一生中做罪做这当，所以唔敢去食肉，唔敢去食肉，伊以为伊断这个杀业食肉，可能代志就得啦。经过无外久，伊就替我出家安尼，替我出家呢。伊即嘛经过几年的中间，有一日拜净土禅嘛呢，无拜不要紧呢。迄暗开始做梦安尼，梦去对呢，梦去伫即个南道的车头前，规阵鸡、规阵鸭、牛，安尼家牵在边啊恁，直直甲堆，直直甲捉，直甲堆，直直甲捉。佮在梦里身躯抱一只鸭呢，那么了，迄只鸭讲对家来，对家来，伊走对家来，走对家来，再规定动不动直直甲对对甲阵醒起来，过一日阵跋倒，跋倒两只脚拢断去，所以下一日现开始了后，伊在一生拢坐轮椅，脚拢医袂好。噶前几年，噶往生安尼。注意，一个节，咱无数劫以来，难免有真侪这个业力堆心堆碎掉咧。那就有唔对，必定有各种的这个业种现前，这个应该了解。所以，如果个人的这个环境上有这么款的特别变化，你唔通讲菩萨无慈悲，你千万注意。那是环境上的变化，可能你的心念有问题。今仔看安尼，无应该，那是已经有当在五界有二十五圣神的这个恒河沙的菩萨去跟你讲。哦，啊，就讲你今仔已经有皈依，有实在要修行，佛法来跟你讲。你甲想讲五大国师，佛法改过十世，是清空二十年。
到尾伊起一个念念呢，迄、那个吊车阴灵的加身啊。所以今仔日无论是在家出家，你一旦有皈依，有实际个修行，应该就必有好法。你一定要好好忏悔回向，安尼来太平顺。那是无的话啊，可能有各种问题发生。但各种问题如果发生在你的周边，你有那袂使恶白起心动念者，爱注意这点。有一个老比丘尼，身体无健康，七八十岁啊。定来拜佛，讲菩萨，你着慈悲，想讲我爱愈拜卡床头愈生，我爱卡脚骨腰脚骨愈生，啊，你拢要加较高呢？老化的自然一种痛苦，伊袂使无理的要求症，哈、啊。这是在经典中去看到一个杂志写出来安尼。那么这问题，我去讲，忍辱就是忍受种种的这个侮辱。脑海而无危险心安尼，唔通了解一个问题，啊就安尼，骂大骂小，行东行西，连佛菩萨都要行过，安尼就袂使哦。吼、哦，那么头前咱有讲过呢，也包括忍怨害忍，耐怨害忍，啊个安受苦忍，迄个讲信忍靠忍，唔通卡袂着嘴就要骂人。啊，身躯特别做唔对，啊，特别起卡动手，吼、哦，啊，心一个想唔对去，安尼绝对袂使进，因为这问题都差不多问题结先结起啊。迄、那个基督教圣经有讲一句安尼啦，上帝若要废你吼，互你颠先互你颠倒错乱啦，这是基督的圣经讲的啦，啊，再咱注意哦。这句话咱个倒变一下，咱若是个颠倒错乱，可能就要自毁啊！好、哦，唔是别人要毁咱的哈，是咱若是个颠倒错乱，你就要真小心啊！信问题可能要来啊！哈、哦，所以绝对袂使有不良的心思，嘴唔通唔对，讲无对话啊，辛苦唔通开袂对，起家动手要怕人，安尼袂使进。所以菩萨道。要完满忍辱行就是关键咯、哦，哈，要注意这点哈，要注意。有一天我问一个女将，讲恁平常讲什么话？我、啊、这是问高雄的啦，不是问恁的啦哈。我恁平常时说，伫厝内讲什么话？大家刚刚唔敢讲。我讲恁该讲的，别人讲可能无该讲的，归厝内安尼讲到一大堆哦，所以足多人都笑出来。安尼可见呢，在女将啊，伫厝里就是遐话塞作侪，安尼也不对，家己忍辱一下，该讲的爱会晓讲，无该讲的千万唔通讲。恁家己有哪慎重家己的这个口舌之行，千万唔通唔对。哦，那么来哈，大智度论讲安尼，观十事啦，菩萨思维，五金行比。欲令众生得乐，亲为吞物诸善，毒害一切。我当温和行处重罪，若有亲为，自失乐利，温和令众生得乐呢？咱拢烧香啊！咱拢已经有足多人是已经有受过菩萨戒。先把这段咱出家人注意。因为菩萨道的人，伊家己本身会想讲我今仔日一定爱行慈悲心，因为要度众生，和无量众生得到快乐安尼。因为你将来必定爱拔众生苦，可以离苦得乐。但是如果亲人心真重的话呢，你本身就无善定。无善定呢，你的面修不是歹歹，安尼来讲吼，可能你害着别人，因为别人对你的看法都无同。佮另外一点问题就讲，你那是面修不是歹歹哦，你一定会毒害家己。因为一个菩萨道的人，应该爱有笑容，那无就是伊本身有庄严相，因为庄严相唔是面修歹哈。
因为面相歹是附带着愤恨，而这个内心凸显伫外相面。好、哦，所以绝对袂使迄个，因为你本身有嗔畏心，凸显伫外相中，你可能难是毒害家己，就毒害着别人。所以伊即嘛，梁寿婆才甲讲安尼，讲我当温和，哈、哦，我哪会使做这个动作呢？想看卖啊哈，哪会使做这个动作？如果闹嗔畏哦，连本身就失去快乐的理由，就讲你本身未来要解脱就真困难，要注意哈。那么安尼要安怎样度众生和众生得乐呢？注意想看卖，因为你面色不好咧，别人唔敢亲近你啊。安尼你般都度人，你面色不是不好，无半点的笑容，连你本身就是有问题嘛。所以你本身有问题，你要离开这个是真困难的代志，何况你要哪度众生？安尼了解哈？所以诸佛处、诸佛菩萨以大悲为本，将悲而出，亲为灭悲之道，而极不相离，若怀悲本，哈，若怀悲本，何名菩萨的？好、哦，你即马即个即段讲安尼，诸佛菩萨以大慈悲为本，哈、哦。那么迄个诸佛会成为佛，甲成为菩萨，即、这个就是从慈悲而出生的。无迄个讲无慈悲心的人，伊会做菩萨，会做佛啦，哈、哦。所以他讲安尼，亲就是灭悲而动，所以亲贪痴，安尼叫做三毒哦。所以嗔恨心就是毒害家己，佮毒害别人吼。实在以菩萨道来甲讲，实在是不相宜啦吼。吼，若怀悲本，即是怀吼，迄怀可能因唔对，迫害害较对。吼，如果迫害慈悲的根本咯，要安怎叫做菩萨呢？因为即个怀甲怀吼，即是伊可能安尼袂合。如果个人学佛的人，那是无这个慈悲本啦，哈！你安怎会叫做菩萨？菩萨从何而出呢？那会当讲安尼叫做菩萨？注意，女众受着一般尊称菩萨，男众受着一般尊称居士。合解，恁爱注意这点。居士就是居家大师，就是你的德行会当影响众人，影响你厝内，影响你的周边。安尼叫做基础。那么大家菩萨，就是你本身一定要有慈悲心，对厝边隔壁人人好，对这个就这个修行团体人人好，安尼叫做菩萨。爱注意这点。所以今来在讲菩萨，如果你那是迫害悲本，开当成菩萨呢？甚至菩萨将何而出？以时之果应修忍辱安尼，无闹什么款，无论任何这个逆境，你一定要修忍辱行，这点请注意心中这个。哈、哦，就是安怎样，你面前有那卖起来呢？哈、哦，对你厝内人，就是你较无欢喜，你嘛卖起来，漳州就我听到有一个师父讲哈。伊讲安尼啦，讲因师傅啦，对只地主吼，伊讲袂听，伊拢甲错安尼，讲闹安尼，讲伊拢甲错啦，讲闹安尼。但是阮那有地主甲纠正啊，计会议中甲纠，伊讲恁唔知影我意思。伊讲安尼啦吼，讲恁唔知影我意思，讲连用错诶。不过可能伊内心吼，另外一种诶重点也不得确啦吼。不过注意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若用力就不对啊。安听无？伊有伊的水准啊。当初佛陀卖慢骂啦，哈，慢骂迄个提婆达多啦，骂啥呢？骂无耻啦，知无？迄个提婆达多拢要迫害团体嘛，啊，要占佛陀位，要来领奖，所以佛陀不得已甲骂无耻，合拜这个就严重啊，哈。但是
不得不多，这是可能有某一种的水准要给点清。咱做地主的人绝对袂使乌白甲评断啦，吼，袂使甲评断。这么来哈，受忍辱行绝对会得到三十二上的庄严。那么这个到底有什么相关？我甲注意讲一，其实也当受忍辱行，它也当庄严外相。咱来知影，如果遇到互你感觉无欢喜的代志，你会亲心的压起来，亲怒心的压开了，你的面就发青。那么相信你家己厝里人，万一遇到什么代志，你忽然间忍都袂掉，啊，开始要起骂。你要起骂，一进前你先去照镜看卖啊，看你面色做安怎呢？但是可能你唔敢家己去看啦，甲恁提醒起人，恁家己唔敢去看。面都发生爱加个切气，搁在美貌的外相吼，瞬间变成精灵面目。一个姑娘，这个面相那是个鬼形的，那唔相信恁来试看卖，面青面亮，那像野狼要咬人安尼。因为我捌看人个手机的变形，就是安，啊，但是我无看我家己怎样。哦，因为一般的人在受气中哦，家己出气，家己打啦，家己安怎啦，家己侮辱，拢会变出迄个歹面相出来，哈、哦，瞬间会变成安尼。如果修忍辱行哦，会人遇到危急的代志，或者伊会当心平气和，甚至言语谦逊，安尼就是庄严之因。三十二相庄严因就是安尼修出来，哈、哦。但是有初行中强忍，以是动体空，哈、哦，动体空性的这个觉性呢，会当知影灵性的我，没有忍辱的，没有忍我的众生，哈、哦，都是自然三十二相圆满。那么这个就是安尼啦，由初行中，你来当强忍啦哈，会当强忍，以至你会当体会众生动体空性。事实讲，你就会想到讲，无一个灵性的我，也无一个加害我的众生安尼，这个是个特性。什么人甲你怕？无啊，因为伊的天库是四大合合体。伊今仔变出来相，是由业识所不现，但是业识本空啊，算起来是并无一个伊。唔过今仔这个我咧，嘛是四大合合啊，吼、哦，嘛是由这个四大五蕴合合体啊，事实嘛无一个我，加忍辱嘛无一个对方加加害。你若当体会到这点吼、哦，我跟你讲吼、哦，自然到时间到三十二相圆满，吼、哦。啊，众生的归顺受教的无量无数，你注意这点，自然会来受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德化人，这个基本道理哈、哦、会生出来。注意，众生哈、哦、有时阵教真歹教，这是事实的代志。你要相信无？万一啦、啊、哈，和、哦、你教回众生，伊都阿个无接受。啊，佫无法度通个落实修行，那么你要安怎呢？你要安怎？我问恁，那就讲你今仔去做爸母的人，这个囡仔互你安尼生，生到大汉，佮佮栽培伊读到遮悬，有一讲一点仔代志尔，都无要含你讲话，对爸母安尼怨到死哦，你要安怎？我请问你，你唔免忍耐吗？你敢要不是要含你讲？我今日饲你到这大汉，啊！你搁在无报答爸母恩，唔免甲公开，因为公开可能伊在无耻无明中对你搁更加的怀恨啊，无得看。因为今日这个世间本来就安尼，无义不好的人本来真侪啊，你要安怎样？想看卖啊？这世间本来就安尼啊。因为要来给你个教育的人，伊无一定个个家拢真好，甲讲真好，无一定
你家想看卖啊，甲真好，唔免再来甲你甲教。这属实的代志啊，就是因为内中有迄个钦派的人，但是稳重掉咧，无互你发现到。啊，你就看你这段时间甲教，教教会当循规蹈矩，好好做人，好好修行。安尼下边呢，啊，若教未开就没有办法，因为本来这个世间的众生都顽固嘛，难调难服啊。就是如果若无难调难服，就唔免你长寿法师出现出来个教嘛，那就安尼。就是本来难调难服，所以今日就遇到迄个无理的地主吼，你也是要接受的。我那爱忍辱了哈，未使讲含咪变面，这是真怎？啊，若变面落教就无一定愈后边愈歹修行。哦，这真正啊，真无理啊，这事实的代志啊，哦，所以我才甲注意讲一个，哦，众生来当归顺受教，安尼无量无数的话，三十二相庄严众生来生极国，这个就是在这个维摩诘经内底维摩诘的基础讲的，因为今仔日你如现上好的这个外貌，因为上有心性。三十二相，你就是掀起来，当然都有足众生来你的国土内底接受你的教育，可以讲这个就是咱重要的国土，最熟悉的代志。安尼是如果你今仔日未晓教育、未晓研究、佫无德教，互人感觉这个法师真轻薄的话啦，那么伊如何接受呢？哦，所以这句话就是三十二庄严上了，众生来生极国。所以我甲诸位讲一个，将诸位对家庭、对四周的朋友，你一定要忍辱行。将来你要改多，要改讲，咱来听经文法，来去听，来去弥勒讲堂遐听阮师父讲解妙法莲华经，这点伊可能会含你结成知己了后，伊会看你的品行。那么你如果那是师父教的有成功，你就在你的团体中，你处处都有忍辱行，安尼你要甲讲是较容易。如果你若是无半点的忍辱行，你要叫你的厝内人来听，无可能。有忍辱行都还阁无可能，何况你若是无半点的忍辱，你要叫你的同事、叫你的家庭、叫你的朋友同齐来闻法、同齐来皈依，这是真无可能的。但是阁会记着，因为忍辱才会当成就佛道。这是必然的代志，那是无忍辱真正袂使，哈、哦。所以这点就是佛陀甲咱讲的，就是有关第三，布施持戒忍辱。第四叫做精进，注意分段会上害胎，就是由精进来多。所以这个精进就是啥，勇猛力行一切善行，这位是几关呢？对咱个人有用，对众生有用，你绝对用命落去做，唔通无做。啊，搁在爱精进，调伏过去一切错误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三十七道品内底有一段叫做素净勤，这个素净勤就讲，有歹的点较紧修改，有个生歹的心，迄、那个歹的心唔通好生。迄、那个好的心发来未起来，较紧发，发起来了后，你爱完成，迄、那个叫做素净勤。那么这个精进中呢，就是重要的用，用命行一切善道，但是好好调伏过去一切恶法，那个恶心，但是对有妖异众生殊，啊、哦，妖异就讲对众生有益的哈，无论多大困难，必定爱努力不停。这个叫做度人精进，我甲诸位讲一个哈，凡是你叫十个哈来这听，绝对有调一两个。那么调一两个中间，我你讲这就真成功啊！哦，这个声数非常高哦。你想看卖啊？今日你伫这个世间有偌济皈依三宝的，但是到底有几个法师结讲大乘经？那么你今日要叫你的朋友？叫你的弟弟，叫你的亲属来要听，就是你叫十个中间有刁两个，我跟你讲，你是优良的学生啊，我无骗你，真歹去叫未来的路线，因为因缘的关系，一方面伊可能害胎，也无一定，好、哦，安那无就是业业力，所以即马这个问题哈、哦，
会去进，你若是会当安尼，即个叫做度人精进，度众生求学的精进。那么对于家己恶习，对坏习惯啦哈，烦恼啦，烦恼就迷惑甲无明哦，必定爱努力净化。你唔通讲迄个问题吼，过去的问题啊，伫咧。注意，咱那边学过的进程吼，我想咱个人拢有个人的歹癖。但是不是大家拢有，人有的本来就真善良啊，这是事实的代志。但是有的人是过去有嘅，过去恶习，但是现在无听到道理嘛，唔知影讲到底人生安尼是对不对嘛？哈、哦！但是当然已经去学分，一定爱努力净除过去的坏习惯，啊加爱灭除，安尼叫做道基精进。你唔通讲过去唔对，不是个老咧。那安尼吼，我讲一句实在，对个人的德行并无寸功寸德，因为个人的这个恶习可能牵连到咱个人的戒定，所以即马这个问题吼，你要度家己，佛陀甲咱讲的这个戒定慧，你不时爱促成起来，所以这个精进真真正正爱为，搁再有一个正确的目标，啊，真实努力。我即马甲注意讲一个，唔通去惊唔对咯。我就甲你讲，惊唔对咯，陷害家己，佮陷害众生。注意，有个人修行一生，对了无间地狱，要死的前程带着肝病、胃病，安尼死亡。为甚物？就是伊惊了，惊入崩门医端这边，自从这个崩门医端。下搞个动作精力，将佮究竟害己佮害他，安尼有甚物路用？所以一定要认清目标。到底我今日学的有正确无？我要讲的有正确无？如果你若是无正确，你应该好好佮再去深思探讨。所以我有甲诸位讲过，你若认为讲这个讲的无介标准，那么别人佮讲的这个法语，你佮再去学看卖啊？可以。但是你得找一个正直跟人说好，唔通去惊着咯。好，我那卖试啦，我那卖用身躯要试火，累到就可能你会浑身吹滚，也无得看。但是你一定在这个文化中，你一定好好思维，到底佛陀讲的这话，含唐道法师讲的这话，唐道法师讲的含佛陀的话，法语有相通有无？有那爱经过思维一下。好、哦，唔通安尼顾顾神、顾顾天，安尼袂使见。因为今仔这个末法时期吼，这个迄、那个下书说他如弥顶说，讲《宝积经》徛摄文佛会卷八十八内底，人当时大徛摄甲佛陀推荐，讲末法三宝要毁灭的进程，世尊一定爱有一个人继承来答呢。哦、但是现在大乔先甲甲介绍，底下在场的弥勒菩萨会当甲你承担这代志安尼。现弥勒菩萨准出来伫世尊的面前中跪落，跪落了吼，佛陀到摩顶，讲三宝将灭的时，你一定要担起这个责任，守护三宝，重功发现安尼。我将从这代志甲讲。讲了呢，因为我有看到这段嘛，所以我甲因来讲讲。今仔日我希望咱大家拢来做弥勒菩萨的使者呢。今仔日如果合法的人无以戒为尊，无以戒重视的话啦吼，你要去入啥入定慧啊？那么无可能。既然袂当入定慧，那么你如何去觉醒？去用这个八戒菩提的种开悟呢？那么，我就下面讲了，我求因迄几个师兄，从今起在你的道场内底注重戒律。那么，遐嘛几个信众有啥在袂伫遐？我讲希望咱大家拢来做弥勒菩萨的使者。哦，那是讲今仔日三宝要重讲，那是众生你家己无要好好去努力个话啊。那么，这个当然愈无法，愈败害，愈败害。唔过，人佛陀讲是安尼哦，这个佛法要败落进程，这个三宝会阁更一层。所以，这个就是讲，今仔日去听大乘经教的人，我希望注意，
共同负起这个责任，因为当初有是手机安尼，弥勒尽弥勒，化身大千亿，时时是时人，时人皆不幸安尼。所以我希望咱大家拢来做弥勒菩萨的化身，来好好的维持，维持这个正法，回中宫安尼。好，阿雷精进努力，好，暂时讲到这，弥勒尊佛，多谢哈。